汇入影片档。那我们刚刚在从格式工厂把影片转完以后呢，我们回到这里，好，回到我们的选 Q 电阻，点选汇入影片，点一下。这时候呢，在 disk document 啊，好，就看到 while 等 FLV，我们把它加进来。好，移到边界来就可以移动。我们看到这个，好，那这是我们的影片档案，所以呢，我们播放的时候就可以正常播放，也就在我们电子书里面就可以结合影片的效果啊。当然在预览的时候当然也没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建议各位把影片转成 FLV 格式，在格式工厂先进行。这时候透过这个转换，移到边界来可以调大小，啊，那移到这里来是可以调位置。